那边能捕捉一下画面。好，那除此之外呢，其实在今天现场呢，我们有义卖的活动在进行哦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台那边呢也有我们的这个方巾，然后画一些呢欢迎的狗狗五虎的爱心呢，是舒服的猫咪哦。那我们会扣除成本之外，所得全部会捐赠出去，帮助需要帮助的毛小孩。好，那同时间也非常谢谢陈天厨房西式早午餐的帮忙哦，另外赞助了我们北中南各200份的餐点还有饮品。那现场只要您有领养成功呢，然后施打今天疫苗，就可以获得他要准备热腾腾的食物哦。好啊，最左边这边。好，还有哪一边没有拍到画面了？我们请左边再看一下正前方好吗？哈，就在那边很辛苦，就在那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左手边，左边妈妈这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中间偏右手边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呢这个发挥你的爱心。如果有朋友想要领养的话，赶快打电话张兰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正前方好吗？那以及呢，刚才呢，就是有讲到这个今天现场有爱心义卖。我们今天现场有爱心义卖，然后呢，朵朵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方巾呢，正是呢，这个我们请到很知名的插画家帮我们绘制的，然后呢，画的是可爱的呜呼，左边之外呢，还有一条可爱的猫咪哦，是这个舒淇的猫咪，全部都是义卖，分别欢迎现场的朋友们，如果有需要想要帮忙的爱心，多谢你的爱心，赶快来哦。这个1350我们特别捐捐出去吗？不需要帮助的孩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前方，麻烦有位再看一下咯，辛苦了。这边也看一下好吗？好。哦，而且左边好可爱，身上有好多好多这个毛小孩的图案，有没有哈？好，袜子也是哦哈，有一个是腊肠狗。狗的毛衣，然后我的腿上也有狗，对，有，我今天带了三只狗来，是，今天带了三只啊，就一二三哦，而且除此之外，你还真的有带了这个可爱的泡芙吗？对，它是泡芙，哦，这是咪呀，是，我小孩的这个养育课程哦。那如果需要报名的朋友呢，都可以询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我们之前已经有开放网络报名了哈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好吗？好的，泡芙啊，泡芙爸爸哩，哎呦，好看一下正前方，呵呵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阿福哥你要这样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正前方好吗？哈，来，泡芙要看，跟姐姐看同样的方向哦，好可爱哟 ，Look at you， 好。那刚有讲到，其实在现场我们有这个方巾礼盒哦，刚有提到呢，画的正是呜呼，还有呢。舒淇的猫咪妹妹们哈，这个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赶快去支持一下，坐泡芙不坐坐来，哎，你平常很喜欢这些毛小孩的？其实我家里有养一只狗，但是因为我长期在外面工作，所以它是家人在照顾，是，对，然后其实狗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对，因为它其实不只是宠物而已，其实也是我们的家人，是的，生活中的，但是我觉得照顾宠物要非常有责任感，就是不能随便丢弃它。我们今天有请到专业的来到现场，哦，有这个教养课程哦。对，不过鬼鬼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因为你刚刚我们有看到你刚拿了两条美丽的大方巾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一个是舒淇姐姐的猫，一个是卓令姐姐的呜呼呜呼，是。然后我等一下也会自己掏腰包，然后做爱心。然后我在想说要买猫还是狗，但是我觉得不如成双成对吧，对，猫跟狗一起买是啊，对，因为这个全数我们扣除成本之外，我们会全数捐给流浪动物之家，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发挥你的爱心，而且它是限量的哦。泡芙你有什么诉求呢？它是史上在台上最自在的明星，是，但是我觉得也要呼吁大家一下好不好，因为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课程，对，然后除此之外在左手边这边呢，我们有这个狂犬病疫苗施打，还有就是爱他就要照顾他，真的，他们每一个都好可爱，超级有活力的，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乖，真的，哦，像你刚刚抱的那只，对，刚刚抱的小黑，他还没有名字，那我帮他取名叫做小克星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 He David
那个小姐姐的小克星。哎呦，对，是，所以希望她跟你有一样这个非常有活力的每一天。因为她看起来有一点皮，是，她慢慢就会变成小克星。是是是，她真的还蛮皮的。对，哈、哦，这个名字取得很好。我们也是小克星，你也可以找到好人家了哈。姐姐等等哦，姐姐等等哈，好，那我。